看见了吗？他肯定又以为咱们俩在密谋什么事。我看你妈妈平常也挺缺乏锻炼，这回让她运动一下。不行了，哎呀，爬不动了，不行你们两个，早知道我在后面跟着，对不对？啊，陈安，你诚心溜我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某些人没有跟踪偷窥的意图，也不会上当，对不对？你和梦想的生活方式太没有规划，借此机会体验一下一家三口的早起锻炼，不觉得健康又温馨吗？谁跟你是一家三口啊？你充其量只是睡在我旁边的陌生人。刚才怎么一句话都不替我说？我不是不替你说话，我是根本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认识你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连个行为？别哭了啊！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还有你，别躲。怎么，没见过这么帅的人洗水果啊？你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？你跟梦想。沈岸，你还拿水滋我？是水龙头，水龙头都坏了。我才信你，多大了你还玩这个？哎哎，别动，真的坏了。哎，真的坏了！干啊啊啊！关、关上！哎呀！都跟你说了，它坏了吧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螺丝豆吗？要十字头的，大号的。行。你能修好吗？这是我们沈家的教育传统，既要能够享受最好的生活，也要具备在最恶劣环境下活下来的技能。你现在是说我们家的环境恶劣是吧？沈岸，你搞清楚了，这个水龙头我用了十年都没事，到你手里就坏了。怎么能算在我头上呢？这种平价货能用十年已经是奇迹了。
见过的东西突然出现，任何人都会看两眼的，好不好？这是人性。那个螺丝刀没找着。螺丝刀没有？那个眼药水有没有啊？我的眼睛三分钟之内肯定会发炎的。报表我会交到财务部，顾客反馈的意见我也会做一个方案交给你的秘书。好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孟初夏，你到底是跟着吴店长来公司汇报工作的，还是过来散步的？有话要说是吗？今天早上呢？啊，好，我现在原谅你了。你原谅我？嗯。沈总，你没搞错吧？被人看到的可是我。似乎我也被什么人看到过，而且看得更彻底啊。所以我就说嘛，这男女合住在一起，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这种事情。希望你以后能够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行为，跟我保持一定距离。多远才合适？三米。没错，三米。以前在省市的时候，你不也让我跟你保持三米的距离吗？好吗？做不到吧？孟初夏，你不会是怕我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吧？是谁给你的这份自信啊？放心吧。我知道咱们跟其他的夫妻不一样，知道就好。咱们这样的更刺激。变态！